家好，我们今天晚上的我是豫江四站。还挺一个啦，还挺一个啦。炸了，子弹。嗯，都想炸吗？什么都想炸呢？挡住他了呀？有啥挡住他呀？花生豆我没有吧？我要啥？有花生豆。大剑短枪，还有哪个是啊？这个标志的，剑管枪，剑管枪，学习剑管好像没用吧？钢刺剑吧，还有一个，炸弹。这个写啥呀？圆筒，匕首，剪刀，剪刀是啥呀？剪刀。剪刀植物都啥植物啊？剪刀植物好像是刺。第四，等，我看看下边一个一个找吧。光第四，别的没有了。我知道第四，还有回旋镖。还有呢？就这俩。往上翻一翻呀。那我刚才一点翻，你一下要翻上去。我说往上。这个是剪刀。我说往上翻。这个是剪刀，这个不厉害呀。哪个？这是剪刀。激光都五级还不厉害？第四四级，你说要第四要激光刀吧？第四。激光刀。杀过来了，都，哎，这光皮。
翻过它。还有三个。炸弹，他们是对方是炸弹。不是他对手呀。看看下次见上。这防御的不行啊。你可以研究研究选啥呀？我这里植物还少。种的不对呀。
这不行。嗯，这东西有鱼。啥植物打的厉害呀？不知道呀。找到。换个车。青蛙。这回金质鱼不用这个，对啊，不用。也太坑，对吧？找它。能有几个炸弹吗？这个找到香肠，这个找到，船上得留一点找到。你说这用哪个呀？快快快快！这里有不要的没有？传送地雷吧。不要传送地雷。我要传送地雷。要传送地雷，那哪个不要啊？不够我用了。这个不要了，樱桃炸弹不要了。嗯，不是植物忒少。对呀。还有那个炸弹。嗯，这个炸弹重要。我胡萝卜没有吗？啊，有三级的。试一下这个。太重了没用啊，整个大白菜。
要跺脚心了。他呀，跺脚心就是他。崩不死他。这个打得不过瘾，对，再想一个啥套路，这不是再想一个啥套路，怎么打呀？防御的、地雷的、剪刀的，割地刺的，都割地刺试一把。剪刀嘛，剪刀没事，炸弹试了，赢了。对，炸弹应该用到这。炸弹应该不用那个大啥，全用那个那啥，试一下效果。第四，还有，还有啥呀？第四在哪去了？给我找找。第四就在上面呢。等一下，那个发激光的那个呢？哪去了？啥发激光的呀？激光。还有一个这个，还有没有啊？就是三个，还差两个呀，不够用啊。闪电。闪电不是剪刀。这胡萝卜也没用啊，没有了，我就三个。你的石头推少，主要是。地雷，冰冻。哈哈哈，没有了。没有了。跟猫草打一把。咱那选激光豆干啥呀？选错了。
激光道主应该来的。什么？激光道。激光道，你不说很弱吗？前哥中猫，后哥中激光道。这个组合也行。试一下。奶油伤害，要奶油伤害还是要那震的呢？嗯，奶油生菜是要。我感觉奶油生菜比较厉害。不让它震的了。对。你看奶油生菜还会那个啥？你说。奶油生菜比较厉害。奶油生菜跟菜会谁厉害呀？肯定是奶油生菜了。也打不着他。冰块，找到。冰块。那还想这些什么？来吧。再来一把。
声音呢？我在渴呀。这写啥呀？这回不知道呀。换一个阵容。不厉害的、这植物，我的植物都几级呀？用这个冰激凌呢？可以啊。第一次要不要？那是八连胜，现在两连胜。不知道选啥了，不知道啥组合好啊。好了，这期第一站就到这里了，不打了。